哈，CT卡尔陈彩明人堂的朋友们，我是苏瓦。今天呢，一样回到节目现场，来宾是两位暖男，因为跟杨一展，Hello，那你们两位好朋友今天一起上节目呢，跟观众分享一下心情，非常非常开心。不像在工作，一看到一展就好多话可以聊。然后很久没见了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。 节目上聊的也很开心，就是很像在聊天一样这样子。最重要的是，又发新专辑了，新单曲 EP 啊，请大家多多支持哦。自己说，是的，再说一次 ，Yes I Do 算是我这两年有几部戏剧作品里面有唱主题曲、插曲的部分，希望也是传达一些正能量、开心的东西给大家。嗯，好，那大家记得专辑一定要去买，节目也一定要看哦。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 I like it.